观众朋友，我是丁贵族，欢迎收看《昆凌新闻》。昆凌县天狗的疫情继续在摊开，到八月初七，累计确诊有135例。国溪乡河堡村是疫情最严重的所在。经过分析，感染的来源真多来自孙仔园、公园，也是防治上最困难的原因。昆凌县政府就来请疾管署、国军以及各县市的主管来做支援。八号开始，逐天动员将近200人来展开两天大规模的街路、孙园以及果园的清扫，消毒的面积大约140公顷。到八月七号为止，昆凌县天狗的确诊案例累计135例。经过分析，感染源大部分拢是来自孙园、果园，为此为着有效来进行清扫的工作。昆凌县政府是和疾管署、国军以及外县市的人力和机构合作，为今日开始动员将近200人以上，针对基层地区各地乡来进行大规模的清扫工作。扩大的清扫作业，动员了台北市、新北市，啊个尤其是台中市真侪人的支援，哦，啊个咱昆凌县各乡镇的支援，阮一定会充满感谢的心、感恩的心。就是爱自己打拼啊，把人的帮忙到，才有等到这个效果。我们今天呢，特别又动用了全国各地很多很多的各县市的这些环保的这些好朋友共同来协助我们哈。这次呢，动用了大概有超过156名的这个人力的哈。那我们要整个消毒的这个区块哈，到达128公顷啊，非常大的面积啊，用非常专业的方式由外向内整个来歼灭所有的这些滋生的这个病媒。然后，另外考量到最近是德顺的采收期，昆凌县农业处也提供配合清扫的工课，农民每公顷600块的补助。伊讲一公顷600安尼，配合吧。伊啦，我是配合啦，问题都也嘛是会使啦。一公顷补助600是平，一分地6000，对啊，对啊，对啊，是平好啦，是讲都补助嘛，看下无你呗，哎呀，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继续希望我们农委会能够来协助我们这次登革热农民的损失希望能够每公顷补助60000块。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受到任何讯息的哈。但是呢，我想我们基于保护农民的这个立场我们云林县政府还是会用我们灾损金来补足农民这个部分的一个缺失。昆凌县环保局长表示，这次清扫的工作主要是用烟雾的方式来进行，并且主要是针对户外部分的消毒，未到民众的厝内底。那我们这一次特别采用所谓的热烟雾的方式那它就是做一个所谓的空间一个喷洒，空间的喷洒完之后，那它瞬间所有的蚊子它就会所谓死亡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也希望说一次就可以达到所谓的灭蚊的一个效果。我们驻烟剂是采用水性的所以民众就是在喷洒过程当中紧闭的门窗，那经过2小时之后，那就可以打开，然后就可以到室外做一个活动。那因为我们这次也针对室内，也不室内是不做消毒的所以民众不需要恐慌就是配合县政府这边那紧闭门窗就可以了。天狗的疫情继续在延烧，防疫失地怪顺德清路全民共同防疫，杜绝疫情摊开。记者林佩莹差不多。